这里是十七光年冠名播出的《我们的美好生活》，十七光年丽苏组合，自由调饮更出味。我们的美好生活每周四22点芒果 TV 上线，每周五22点湖南卫视播出。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、芒果 TV 同步收看。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四晚22点抢先看正片，尊享超前营业、加更版等超多精彩内容。来啊，我们跳绳好不好？来，来吧。我可以吗？我可以吗？你可以。哇，好灵敏！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很棒！边跳边掉一地发夹，啊！哈哈哈！我的头发掉一地，跳完头发全散了。旅行夹。谁说要玩这个游戏的？是你说要玩的，都变成不美了，怎么办啊？再来啦，来！我怎么跳啊？哎呀，我的手都痛了。你要不要你进去先？一、二、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喂。为什么？能不能提高一点点？好好好，提高一点点。三。哎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我们甩的问题吗？没有我的问题，我的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我们甩的问题。那就是我的问题吧。来试一下，加试一下，试一下。预备起。哎，等等，再预备。我已经进了。预备。啊，对不起。Sorry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不玩了。他们的肚子，我的美。我不玩了。连甩都有问题。跳有问题，甩也有问题。你来甩吧，我好害怕。我来甩，我来甩，我来。这样。分开跳，谁卡住了谁那个大冒险。又来。好啊，大冒险。好，走卡。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大冒险是什么？大冒险就是模仿那个娘娘那句臣妾做不到。臣妾做不到啊。你应该有看过甄嬛传吧？你以为谁都看呢？你走开。来吧。臣妾做不到啊。好啊。以后表情包就没他什么事情了。你知道用力关门的来源是怎么样的没有？就臣妾做不到啊。当时为什么甄嬛剑？甄嬛剑？甄嬛剑？周华健？周华健也来了。你有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。你知道吗？我帮周华健做过演唱会的嘉宾，我还帮他唱歌呢。就好多年前了，九几年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你是香港小姐吗？对，那时候我已经很红了，拍戏也是当女主角了，你明白吗？就演了那个《大话西游》是吗？啊，对对，牛夫人都演过了，我跟她演过两部呢，《九品芝麻官》还有那个《我是如烟》，都是很经典的，我就更气了，因为我曾经到北京北漂的时候，那段时间，因为又当特约演员呀，又当配角啊什么的，我觉得是她的那个戏给了我很多的快乐和那个能量。我也带给你了，我里面也有份的。哎，周星驰、蔡少芬都跟你演过，为什么我没有这个机会？谁呀？周星驰。哦，周星驰，如果你再拍戏的话，不拍了，为了你。对，宁愿从此息影。如果这个时候一个电话来了，打在我们前台，是周星驰说的，哎，你们这边。快赶紧来一个群众，群众，谢了再谢了再谢娜马上过去。我这边差一个女主角，快你们谁来？谁跑得快谁来？请问，会第一时间跑过去的，请举手。
周星驰的电话，周星驰的电话，快接电话吧，快点啦！这是直播吗？周星驰的电话来了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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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了。喂，星仔，啊，星仔呀、啊。你好。喂，是不是谢娜？谢娜，是，是。我是周导啊。周星驰，真的是周星驰。然后他说怎么样？不是。喂喂。这样啊。我后面那个美人鱼三呢、啊？美人鱼还有三呢、哦。点一下那个海参，点一下海参。你是星爷吗？你是谁装的？我是周星驰啊。你明明是个女的声音，一群人在笑。哦，谁会？林凡，二话不说，我现在打电话，看着你，把你名字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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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笑。星仔，你好，我是Ava。怎么样？星仔说不想他演啊，他演不了海参。哎，演海参你就一条。我跟你说，我的梦想是很认真的，我最讨厌你们拿我的梦想来开玩笑。哭一下，大家才知道你真的难过。你哭一下。我跟你说，我出道到现在，我觉得所有的就是能够想到的梦想，我都已经实现了，实现了，连杰哥都得到手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但是，我最大的还有一个没实现的梦想，就是跟周星驰演海参拍戏。但演海参你愿意吗？一个黑色的，全身黑色紧身衣的海参，只露看不到我脸吗？眼睛有露头的美人鱼三，是海参。没有，你要想象，那杨迪就是那个八爪鱼，然后他是海参。什么？主演是我还是杨迪？你们俩都是主演。周星驰美人鱼三，然后我海参和八爪鱼是主演。讲的是个什么故事？但如果海参是主角呢？那我演海参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去把我们的椅子放到那个上面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骑小电驴，可以，走，我们俩，我骑自行车，我也想骑自行车，走吧。昨天我们走路路过，就是挂到树上的那个喇叭，我好想去找一下。楚欣还好啊？可以。哇，好凉哦！好凉快啊！我们去放我们的艺术品啦！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我永远都不会堵车，好开心哦！骑个小电动就。哇！哎，我看到喇叭了，是不是？是这个喇叭，这个喇叭。啊，我们回头去找，找在哪里播音呢？我们的艺术品来了，注意安全哦。走吧，小爱。他下吗？他不能下。小爱，我们在这里看着姐姐们，来坐，坐，走，来，好，
可以了啊。嗯，可以，谢谢。比比，你的鞋是不是高一点？对，行吗 ？OK。那得过去，我这个脚，我这鞋过不去。我今天的这个鞋不行，怎么办？你们今天的鞋能去过去吗？我可以过去，我可以过去。可以啊，嗯，那行，我来，我看看。好了，哇！哎呀，你小心啊！这样好吧？好，这个第二个哈。你的裤子提起来，裤子。哎，对，这个吗？对。在那个艺术展里面，李教授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，放上四张很色彩缤纷的椅子，就是一种装置艺术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打卡的地方。好棒啊，我们的艺术品，哇，好可爱啊，好有型哦，我觉得，哇，我觉得好酷啊，这个颜色是刚刚好，要是夏天就可以一人做一个啊，美好生活。是的，第一次去尝试这样一个户外的有呼吸度的一个艺术品，我觉得它会被我们赋予了灵魂，在小溪流看着白寺村的美好，记录它的美好。我们的美好生活。我们去水库吧，约了几个村干部，了解一下这个村里的情况。走喽，去水库喽。上坡啦！嘿，这路你们慢点哦。好，这个路也太难走了，这咋骑啊？妈呀！我一个月前才学会骑自行车，太惨了。我这样吧，楚曦刚学会，他肯定比较害怕。我要战胜我自己。我可以，我不怕。不行，这个我不敢，我还是走下去吧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怎么称呼？就是我们唐书记。唐书记好，你好，你好。Hello。你们看节目都播了吗？怎么样？满意吗？非常满意。现在就有一个项目，就是沿这个白水湖，这个有一个异形嘛。哦，已经联系我们了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们大家一起坐下吧，舒服一点，当自己的家一样。本来就是他们家。欢迎来到我的水库啊！因为我们的嘉宾来了以后，都已经体验了很多项目，我们就想了解一下，还有什么没有开发到的东西，我们可以推荐给大家。现在还有一些什么水果是可以采摘的？有柿子啊、柚子啊、橘子啊。哎，摘柚子也好。冬笋、早笋有啊。可以挖笋吗？可以挖冬笋。现在正是挖冬笋的时候嘞。我们去挖笋吧。哦，想挖笋。还有什么好玩啊？现在是快过年了嘛，我们会打那个糍粑呀。哦，打糍粑好哎，糍粑好吃。主要是那个红糖糍粑。哦，对了，我们看到那个村头不是有那个喇叭吗？广播站。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做了那个图书馆嘛，我们想就是通过那个广播告诉一下村里面的所有村民，他们都可以去到那个图书馆。可以啊。我们能不能录一段什么的，然后每天都播一下我们的声音出去呢？每天都播一下。对啊，录完然后就播。可以。好像我们就跟他们有关系的感觉。例如说中午了可以吃饭了，来站太久了坐一下吧。现在是下午3点钟，大家起来动一动。现在是下午3点钟，大家起来动一动。那我们就准备，我们带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广播站。好。村里面发展起来，我觉得就真的像渔村那样，就成为一个旅游胜地。那有没有一些就是居民，就是在外面工作的居民，一定想要回来，把他们自己的老房子改建成比较好一看一点的民宿？就是我们那个民宿的设计师，他们就是把村里面想要改建的，就到他这儿来找他。哎，有的是就改建，完了就他来设计。都可以，那个可以。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嘛，反正放家里面空置也是空置了嘛，是吧？这也还有利用一些，会赚点钱呢。嗯，那我们就先去那个广播站了吧。广播站。
你叫什么呢？一般广播开始都会有一段小音乐，你就哼唱，串门门，哼唱一下。巴拉巴拉咪，巴拉巴拉咪，带我去，带我去。白白生的特别地方，大家好。是你们的新朋友、新邻居。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，我是谢娜，我是美女芬蔡孝芬，我是林心如，我是钟楚欣，我是游客一周笔畅，我是游客二孟佳。我们在白四村建了一个新的民宿，叫做美好生活，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白认识白四村，能够更好的带动白四村的旅游发展，让更多的人来到白四村参观。这个节目正在湖南卫视播出，一经播出，让更多的观众看到了白四村的美好。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给所有的村民们，特别是所有的小朋友们宣布，我们为白四村修建的图书馆竣工啦。这个图书馆是为我们所有白四村的小朋友而修建的。我们搜集了很多适合你们看的绘本，你们只要想看书，就到这个美丽的图书馆去。真的，在外面听，感受我们为你们准备的快乐天地。在外面对，还有空跟。接下来我们会把白四村更多的美好介绍给大家，大家午安。谢谢白四村的村民，我们爱你们。回家回家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红薯片啊。不是吧，那是年糕吧。这是什么呀，婆婆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红薯片，红薯片，红薯片呢？婆婆好可爱哦！您多大了？78。78。哇，你好精神呐、啊！她长得好可爱哦，好精神，好喜庆啊！她笑得很甜，很可爱。你忙你的，你忙你的。您忙您忙。哇，这个，这个呢？这个红的，这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问一下那个婆婆。云南面。面啊？云南面。云南面。啊。云。越南面啊，是一种面啊啊，泡狗泡狗泡泡也不泡狗，泡狗啊，没听，婆婆，我的普通话比较好，你跟我说吧，这是水果吗？这是个拉面哦，拉面哦，拉面啊，不是拉面。它是拉面哦，云南面，你是湖南的，你听听，我没听懂，这是那个云南面。长方形，就跟红薯片一样的了。哦，有点像红薯片。它是红薯片了。这个要油炸，这个要油炸不？哦，涂了那些防晒膏。防晒膏。防晒膏？别乱翻，你让一个香港人翻。注意身体哦，哎姐，哈。因为我看到奶奶在那晒那个地瓜干的时候，就觉得很亲切。我小时候就吃那个地瓜干的，嗯，就是只不过就是。做了艺人之后就害怕把腮帮子咬大，就把那个给戒掉了。但是那个地瓜干抹上加上它那个白芝麻真的非常的香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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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好吵哦！我们来录个广播报时吧。12点钟了，
是睡午觉的时候了，困着睡吧。都3点钟了，是时候喝杯水，吃个面包，休息一下。我们确认一下报时是几点开始？9点、12点、3点、6点。我想到好几个了。对，开始。村民们，我是美好生活的再来。什么叫你是美好生活的再来？你先，你再来啊！你先把它讲好，讲清楚了。村民们，没错吧？村民们，我是蔡孝芬。你们现在是3点钟了，不行。那你们是几点钟呢？我要控制一下自己。哎呀，你真的是让我很难过。
演的好不好？演的。哎，你们要赶飞机了啊？我们先走了。要拿到门口吗？没事，我就在那个小屋子。对，你们今天，哎呀，可惜你今天应该看不到星星了。今天多云。没有，今天云太多了。昨天我们看到满天繁星，快看。哇！哇！那个北斗七星。会不会觉得我们太疯了？你在这儿躺着好像是不是神经病？这一次的旅行当中，遗憾就是时间太短了，还没有住爽，然后就要跟大家分离。在美好生活中找到开心，愿每日都能笑着。孟佳，把你们都画上去。哎呀，好像他哎，钟楚曦，这是你，因为你只扎了一个小辫辫。是是是，静茹那个头发。好搞笑，他有一个啾啾啾啾。放慢脚步，肆意发呆。你看一下那个风景。刚一到的时候看到水库风景，还是很放松、很惬意的。我觉得让心情愉悦的，可能除了天气，就是跟喜欢的人吧。嗯。如果需要打工的，随时好，随时。我们请你来。要是明天没事，我肯定是不走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反正也够住。对啊，不行跟我急急，真的。教练拜拜，教练拜拜。我是一个很热心的人，所以如果我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我的话，就是打工人小梦随时出现。对，这个是我们种的。我知道，双文姐已经介绍了第四遍。我老公也是武术冠军呢，我跟你说。那跟乒乓球有一毛钱关系吗？你是冠军嘛？哇，你有没有感觉很美？粉色的感觉吗？这好靓啊！天然腮红哎，这跟肉眼看到的不一样。它整个感觉是粉红色的。对啊，粉紫。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，就今天有那个粉紫色的晚霞，都有不一样的幸运。芬姐，你属什么的？我属啊，牛。他给你七三，我妈咪七一年的，大我两岁，我可以分你啊。叫妈？也不用。叫姨妈？也不用。这是茶话会，看表演。对啊，看表演，表演。冠军，你几岁开始练乒乓球啊？我六岁不到。哦，六岁不到啊？六岁不到就开始了？这都算晚的了。那你第一次打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这个天分？没有。是跟我一样吗？那应该不是，我走的是另外一种风格。我被教练看上是因为我会玩小聪明。小的时候说比谁跑得快，然后我抢跑。我赢了，那你为什么没有进田径队呢？抢跑了不就是被罚出去了吗？那你第一次拿第一名是什么时候？太多次了，那可能拿的比较多。那你觉得打乒乓球会不会很难？很难啊，因为打的人太多了。会不会很大压力啊？压力肯定大呀。打乒乓球应该不会注重体型吧？他踢完你。拉了下衣服，我没有肚子。啊，我也在想这个问题，是我刚刚展示的不太像运动员，还是？那你有六块肌吗？六块分状态。现在有吗？现在没有。哦，好。那我比较诚实。
你老公知道你要来，有没有给你叮嘱什么呀？他说小心娜娜。有几个女生啊？有几个男生？我没有，我自己、啊。他知道全是女生，只有你知道啊。他是知道是四个，我也以为是。我刚一来，我看六。我说回去怎么解释啊？你打球最紧张的一次是什么时候？第一次拿世界冠军的时候紧张。你是决赛的时候紧张还是？不是，上去就紧张。我们小的时候说世界冠军嘛，就像喊个口号。我要当世界冠军。对对对，就这么喊。你想干嘛？我打世界冠军。其实也不知道那时候都不知道世界冠军是什么，都不知道世界是什么。小时候。明天我们组织一个那个村民白四村乒乓球大会。对，我们请白四村打得好的全来。那我也要证明自己，因为我拿过世界冠军，在这个村我没有证明过自己。对，你还要拿个村冠军才行。你知道这边有一个平江许昕吗？他的打法跟你是一样的。那明天我们就要玩金角大王，金角大王。我明天就不打了，当着那么多人赢你不好。你带了两个乒乓球桌来。哎，对啊，放到那个图书馆门口。对，那我们明天就在图书馆那边比。哦，那可以在图书馆体教结合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嗯，因为国家一直在响应这个得搬一会儿了。真的有桌子哎，牛不牛？太牛了！他带了两个来，一个送给孩子们，一个放到这儿。我知道平江县的一些老百姓有乒乓球基础，然后也特别喜欢打。所以想把这样一个球台送给他们，再一个呢，就是留给姐姐们一些休闲娱乐，一些时光，让他们多去动一动。坐一坐吧，累了吗？我不累啊。他老婆也是打乒乓球啊？真的啊？就是在我拿世界冠军之前，他是水平比我高，身价比我高，在国家队可能会影响吧。然后他就说，那他不打了。是你们拍拖多少年他主动说的？3年。他是跟你拍拖已经停下来了？对啊。哇，他真的是太伟大了。而且如果你说结婚呢，那你还有一个保障啊，但只是拍拖。嗯，没结婚就没有保障吧。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准备结婚了。哦，真的啊，已经有共识了。嗯，是你追求他了吧？水到渠成。他现在在国内打，就是因为他孩子刚还比较小，他想多陪陪他。哦，是这样。孩子多大？那一个4岁，一个2岁。哦，那真的很小啊。因为这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，我人都在打国际比赛，国际比赛，因为在国外回不来。哦，所以我就想多陪陪孩子。很棒，好爸爸。感觉愧疚。嗯，他在学校门口等孩子放学。看着我接着孩子出来。哦，你们是同一学校？对对对，还而且我脚还是这样一崴一崴掰着出来的。他说人太多没给你打招呼，你脚怎么了？我说肿了。你有没有说清楚肿是为什么？哇，哎，你们都好幸福。还会再生吗？我老了。我老了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你呢？我先结婚再说吧。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想要几个孩子？两个。年轻。对，就是一男一女，这样我觉得就很美满。你再多一个也 OK， 也不多了，就可以好了。好像在灵魂拷问，你知道吗？像一个访谈节目，问一下。觉得还不如打乒乓球算了。从开始什么时候打球的？什么时候拿冠军的？什么时候恋爱的？到什么时候结婚？一听到说，嗯，老婆是队友啊。哦，我也是打球就开始了，没停过。感觉来这儿也没几个小时，把家底全交了。那我们把火锅支起来吧。好啊，太幸福了，谁这么幸福？我也想喝。不是绿心，不是红心，是许昕呀！欢迎欢迎欢迎，来到美好生活。我今天就赢了你一个球，不管是因为你什么原因，对于我来说，这就是我人生的高点。嗯。娜姐刚刚还跟我说，哎呀，这个下期直接把这个宣传片弄好。你就看着吧，我为了这一个球，我就买上地铁的广告，反复播放。观众们帮我想一个热搜词啊，谢娜扣杀许昕，哪个比较狠一点？这标题我熟，世界冠军也就这样，世界冠军不堪一击，世界冠军美好民宿翻车，点击视频。你怎么看？我们一起录一个节目，
然后那节目需要拎一个40斤的一个沙袋，人家女生拿就是两个手一起搬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显示自己是个大力士，然后我就这样一个手拎起来，拎起来很轻啊，然后我自己就感觉到这里扶拉，我就拉了一下，有点撕裂了。我从这个脖子这里还有这里拉一下不能动了，我就问他，我说这那个拉伤怎么办呢？然后他说我给您弄一个膏药。我说那这个好啊，很快一天马上好了，一天就好了。真的啊，那所以我就跟你说让你贴一下嘛，一张就可以好了吗？一张就好了。好，你送我一张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他不停地说他自己有，因为你要看，因为我们是朋友，我看到你这儿痛，我是真心想要给你贴的。嗯，因为我还有一张。哦，真的啊。但是呢，今天因为他来了，我就想那张我可不可以自己存着，万一我万一哪里受伤了，然后我就看着他，咱俩有点默契吗？我说没有吗？他才会再拿出来吗？那你给我默契，你也要给我一点眼色啊。我都对那个药膏感兴趣，是真的好用。我也是，我也老受伤，我这边肩膀也不舒服。对，我膝盖不好，我肩膀真的不舒服。有几片？要吗？要我就拿出来剪成三份。轻松啊，你自己大腿。哎，你还跳舞呢？你不是要他惩罚吗？比赛吧，我这个人就喜欢比赛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来，来。可以，输了的怎么呢？你定吧，我又不可能输，我又不可能输。跳舞，跳舞我输了，我真是白给了。啥目标？看谁更靠近靶心嘛。哦，行。你先，我先。你先吧。别打不到环上。给你来个红心，真的假的？绿心红心，看好了许心。空心。哦，绿心，你来吧。这个你得拿走啊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因为我们刚玩的时候，我有可能一飞。对对对，它会有阻碍的，你到不了那儿的。太发力了。哦哦，还差一点，输了。来跳舞吧。来吧，我被我老婆称为我们家律动最不协调的人。太好了，我们就想看这种。你是不是要跳藏族？来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歌？快，藏族。这藏族。哎，你就跟着葫芦走。动作幅度这么大吗？跳起来啊！来啊来啊来啊！快来，来，更快的来！哦，别别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果然不协调。你还是做这个好。是你要飞的不？来一个。你这样吧，这样这样这样，我也不难为你了，你就是不停的左右左右，就自成一个舞蹈，好吧？这边跨，左跨右跨，对，就这样两边跨，来满足一下我们左跨右跨。哎，那我那边我不会啊。一共八下，就八一八二三四，一边是这样，他这样，来。你们真的是为难人家世界冠军。那我问一下，这个是不是比较协调？这个比刚刚跳的协调是吧？毕竟是自创的嘛。我觉得快乐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不光我自己快乐，我也要身边的人一起跟着我快乐。所以我跟娜姐为什么觉得就是有很多话能够一说，我们俩心有灵犀，就可能跟性格也有关。就是我的性格可能更适合教练去打压，要是夸得多了我就容易飘。
20多岁的时候，然后我们打那个队内的选拔，打了个第一，然后我当时就说，这我还练啥呀？打了个第一，我先飘几天，然后正好打完比赛就回家过年，然后过完年直接就出国比赛，出国比赛我第一轮就输了，第一轮输了又被教练骂一顿。我也是，我要是所有人啊周围在夸我的话，我就会觉得自己会容易找不着北。但是经常会有一些压力给我，或者打压给我的话，我就觉得我特别有那个向前的动力。对，我经常也是这样的。就像我们有时候压韧带的时候，你韧带不好，这样压，其实你已经不舒服了。然后你放松的时候，你这个反弹力度会更大。弹簧不也是吗？对，弹簧的压的越下，它弹的越高。对。佢点样同你求婚啊？我一回去上。我想说瓦斯没关是不是啊？怎么有那个火烛味？系啊，跟住全部都系蜡烛，咁啊我成班朋友全部都出晒嚟，然后我就知道，好开心。拍拖多久啊？没有，就半年吧。你跟他认识10年，然后拍拖半年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哋好得意，我哋话不如2年后我哋先生仔啦，因为我哋咁难得。两人世界。系啊，从来未试过咁样。咁哇，真系第一次拖手喺街度咧，嗰种感觉真系好开心。系咯，我从来未试过拖手行街。真系呢个真系好过。我试过啦，但系俾人搞到，唉，我真系火。这里我觉得这里比较好一点，因为那边还要上楼梯，有点麻烦。啊，还有护士啊？对，你把空调开暖和一点。这也太好了，住的。是吗？啊，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。这还有？还啥？太好了吧？啥呀？电动马桶。我这里有这个香氛蜡烛。档次太高了。他既然说我们这儿太好了，是吗？那就别走了。每天叫我们打乒乓球。我觉得他很阳光，很直接，也不扭扭捏捏啊。是的，这性格特好。晚安。17光年，我们的美好生活，下节更精彩。17光年，我们的美好生活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17光年冠名播出的《我们的美好生活》，17光年丽苏组合，自由调饮更出味。我们的美好生活鲜活奶粉推荐官君乐宝奇致鲜活奶粉，奇致鲜活奶粉保留更多天然活性蛋白。这个都不用说，是谁送的就能已经看出来了。每个试水员好像都送了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放在这儿，我是不是也得想一个，送个有特殊意义的？因为昨天他们说想留一个球，然后我就在想我今天怎么样去设置留一个球，签一个名放在那里呢，又觉得缺少一点创意。正好看到工具箱有线有针，就是在想能不能穿一个像灯笼一样的。OK， 展示一下创意，我觉得是满分，可能手工能力没这么强。非常开心能够留下自己跟乒乓球相关的一些小创意小心思。哇，你看这个很酷哎。其实不用穿绳是可以用那个对直接粘上去的，到最后一步我发现了你粘的那个说不定交易失效，它就会整个掉下来。对呀，许昕怎么能掉下来呢？你是不是还留言了？我看你真的感觉找到了童年的快乐吗？对，哪一幕？我觉得就是聊天的时候，不像平时生活的节奏这么快，
现在很慢下。昨天我们好几个人围攻他。那我觉得这种聊天的方式是很快乐的，很轻松的。是吗？嗯，不一样。我也很快乐。我们几点比赛啊？我已经备战了一夜。我给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已经把英雄帖发出去了。整个平江乒乓界轰动了。它是平江，不是在白四村。不是，我们不止白四村，就是整个平江知道他要来啊，整个平江轰动了，然后来了一些高手，平江的高手。请问你有压力吗？我有压力啊。你的压力来自？我没有拿过这个平江的冠军，但是我不会输的，全力以赴打每一个球。今天有平江许昕。他觉得他练了这十几年，是他证明自己的时间到了。哦，是吗？那我更要证明自己，捍卫我的真名。全平江的乒乓球高手都来了，全国人民都在看呢。没事，全国不怕，打的是世界那一块的。嘚瑟啊，很有大将之风啊。但是你不觉得吗？世界这块的高手，你都会分析他的打法。民间高手，你不知道他什么百花齐放，什么路子，什么路子都有，完全打死老师傅、啊。对，我们见过很多野路子，这个是国际比赛是见不着的。我就是啊，野路子。哇！哇！天哪！我拿了一个东西，请世界冠军帮我们那个房间取一个名字。我写个什么呢？你的房间吗 ？Superman， 啊 ，Superman， 那就是世界上的世界这块的。嗯、来，由您亲手挂上。谢谢。我们几点出发？板子那边，你都弄好了吗？这个还要描粗一点。加一些颜色，我觉得。对。要清清楚楚，大的就把这个画圆圆一点，卡通一点，画一颗小爱心，好看。画完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美好生活的路牌，噔噔！哇，这个太阳我要搞一个。哎，这怎么会是这样的？我给你加了。哦，你加的，我本来想加个绿色，拿错了。没事，直接可以盖上。我说，哎，这好像不是我昨天画的样子。哇，这颗星我也要加入一个，太阳和一颗星。哎，你干嘛改我的星？没有，他是想多涂一下。哦，他想多涂一下，他想过过瘾。嗯，我也加入这个星，我也有星。我也有。对，再加一下。你加入这个心，给你涂个心，都秃了，涂成3D 的了，皮儿的，真的秃噜皮儿了。那我们一会儿要把这个拿出去吗？要。好，我来拿吧。哎，这个动作是可以挑两桶水的呀。可以啊。给我挑个水呗，我这个正好能放两桶水。啊。如果是这样，你行不行？就把这个牌子放在下面。我不骑了，骑车还要戴帽子，我就骑自行车吧。你骑行车还可以拿那个吗？怎么拿啊？你这个牌可以这样子一路骑一路走啊？你算了吧，别。我骑慢一点就行了。你不用受伤啊，你手很重要的，你是代表我们国家的，弄受伤了就吃亏了，你还要比赛啊？不会的，放心，我没有这么脆弱。你的身体是很重要的，怕你路过别人直接给扎到别人。哦，我怕给别人。那个没事没事，那个没事，只有娜娜那么笨会走过来。他是担心你，我是担心别人。走。哎呦，这乡间骑着单车真舒服。呜呼！走，世界冠军，骑快点啊！我怕我骑快点这个误伤啊。呜。这有没有地方可以插？这里，这个好。这样行吗？这样非常好。啊，好可爱呀！哎，我们跟他拍张照。美好生活看这边，在这儿。哇，好舒服啊！这一路都不用骑耶，很爽哈。
爽了！呜，哇！在希望的田野上，哇，好舒服呀！这就是美好生活，这就是我们的美好生活！哇！平江的乒乓球高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世界冠军来了！白四村的村民们，打乒乓球打得好的，走啊！平江的高手们，白四村的村民们，会打乒乓球的快快过来呀！世界冠军现在等你们，打败世界冠军不是梦，走啊！哦，已经看到他们了，我现在眼睛已经有杀气了。我看到那边都是我的对手，放狠话。这是我们弄的图书馆，给小朋友的。哦，室外的。室外不好打吧？带着风。我们是不是要有点仪式感，把这个比赛名写上？我们叫做平江世界杯乒乓球大赛。来了吗？来了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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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吧！哇，欢迎欢迎，我们的乒乓球高手们！哇，你们好！新哥，世界冠军在这里，大家掌声在哪里？新哥，新哥，好喜欢你的，徐老师，徐老师，徐老师。那还有，锅什么都有啊？嗯。各种连拖鞋都有，还有木板呢。他们拿各式各样的道具来打。见面会，见面会，见面握手会，来，见面握手会，来。哇，还有小乒乓球员。以后你就是世界冠军了，快握个手。你好。以后你就是世界冠军了。还在想呢。谁是平江许昕啊？别别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在这里。昕哥，我现场喊你好多球嘞。我现场在河南郑州，那一次李征跟那个张本智合打，我那天我在现场给你加油。你打到8-10的时候，我不敢看了。哇，好球！神来之笔啊！对，我就怕你虚，那就是怀疑我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不是的，因为我紧张，我比你更紧张。我是最相信他的，他打球很飘逸的。很飘逸啊。你喜欢他的原因，三个原因跟我们说一下。新哥他这个人嘛，第一个他接地气，我跟你讲，人很低调，说话也很幽默，知道吧？很有水准，很站在别人的立场去考虑一些东西，讲得很周到，很全面。他人长得帅啦，1.8米的个子。谁请过来的呀？不像是我们。是不是你叫的过来的？我就相信你的，你就这个。好，可以了。我们现在是比赛规则，你跟他五个球的机会。跟你追了这么久的一个偶像对打，好的，可以，加油，加油，准备平江世界杯乒乓球大赛，现在开始，第一局世界冠军许昕对平江许昕，比赛开始。哇哇，挺厉害的，很会打。哎呀，哎呀，1-0，加油！不紧张，不紧张。他发球也有那种味道。3-0啊！来来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推得那么厚，他已经在给他机会，他已经在给他机会，哇！
加油！哇，杀了个措手不及！来，下一位，我来。有压力吗？平江乒乓球一哥啊，对，哦，平江乒乓球一哥，他真的很有那个架势，在你没来之前，你不是一哥，你来了你就是一哥了，平江，你现在是平江一哥。不，我要通过今天的比赛要证明自己才是一哥。我在平江至少没有拿过第一，我这次比赛我必须要证明自己。现在我觉得我慢慢要转粉了，要纳入你们的麾下了。哦，以前不是啊？以前是谁的粉呢？是马龙，因为我打球的时候，刚开始就是马龙2015年打球的。好，那我回去给马龙打电话，我说我有一个粉丝，本来是喜欢你的，转到我这边了，脱粉了。马龙，你有一个粉丝转到我这边了，想看是谁吗？请看周五晚上10点，《美好生活》。喜欢许昕，马龙。好，下一个。徐老师你好，我是台里面的狮子师傅，我的偶像就是樊振东。又是别人，要让所有都转粉。我要从马龙那边给你吸过来。平江乒乓球一哥，以前马龙粉丝，马龙的粉丝，芒果小樊振东对世界冠军许昕，比赛开始。他有士气。一平手。我有东西啊。有点东西。你今天要是赢了世界冠军啊，我就吹一辈子。来啊。哇。差一点，结束了。哇哇哇！这么猛啊！就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。小樊振东，这是什么？拍苍蝇。这个不算，这个不算，你要跟裁判说啊，这个不算，你跟裁判说啊。我第一次在这种大赛里面听，这个不算，这个不算。啊！我这表情太真实了，就特别懊恼这。哎。哎呀，玩完了！徐老师，朋友们拍个照。现在是马龙粉丝还是许昕粉丝？拜新哥先粉。娜姐，我跟他比级别差太远了，我觉得我不能让他拿这个拍子。那拿什么拍子？我准备了一个。真的是太难了。17光年，我们的美好生活，下节更精彩。17光年，我们的美好生活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17光年冠名播出的《我们的美好生活》，17光年丽苏组合，自由调饮更出味。我们的美好生活鲜活奶粉推荐官君乐宝奇致鲜活奶粉，奇致鲜活奶粉保留更多天然活性蛋白。芒果卡破千万了，邀你来看动感地带20周年音乐盛典。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。上微博搜索我们的美好生活，分享节目观后感，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互动。那拿什么拍子？我准备了一个。
你们让他拿这个。你看，这还有油，早上吃完都没刷干净。那你看，你这个面积比我的球拍面积还大，对不对？哦，让我。新哥，新哥，世界冠军总要承受一些的。哦，你这是给我机会，我试一下，好吧？真的是太难了。我是。啊？好吧，依林。越来越狠了，这招！我以为是他们用那些奇怪的道具打呢，原来全部都是给我们世界冠军打的。哎，哎，要不要发一个反正的逆旋圈？哎，可以。哎，这个拖鞋好像。哎。小朋友最后一个好不好？小朋友来，你来，来，我们来跟许昕哥哥打一下。来，多大了？小朋友多大了？哎，七岁，学乒乓球几年了？八年。七岁学了乒乓球八年。七岁学了乒乓球八年。八年。肚子里面开始打了。人均八年在这打球啊。爸爸在哪里？爸爸，哎，你就是学了半年，你想要把他培养成那个乒乓球运动员吗？我就是希望他有一个体育爱好，初衷是这样子的，并不是说要对他的要求没有特别高。你平常在电视里面看过哥哥打球吗？我以前看过一次，看过一次，所以他现在心里面没有那种偶像的概念，所以他现在很平和的跟他。好，挑战一下，试一下啊，来。哟，哎呦，哎，飘了，有风，很棒。哎呦，哇，有风，哇，有风，哎呀，小朋友，好厉害，他比我厉害多了，好棒啊，比我厉害多了。仔仔，他有风，也要轻一点点，嗯，再来，很有份儿。国家队是这么小的吗？没有。把许昕打下来，这样我觉得有一股
不管是男是女，每一个人都在享受。所以把这样一个球台送给他们呢，我也是非常开心。希望他们打球的时候也想到啊，以前怎么战胜许昕呢？怎么去找到当天的那种激动的感觉，能够把乒乓球当做一辈子的体育。我就希望新哥不管是退役还是不退役，就是希望能一直在乒乓球界好给我们推广。新哥球风也是我非常喜欢的，我也比较浪。那你这么浪，你为什么是喜欢马龙的呢？因为龙队六边级战士很强嘛。哦，他是哪一边少了的？这个体育运动呢，是全社会的语言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节目呢，我觉得在我们平江啊，对湖南这个乒乓球的这个推动，起到了呢，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。我帮你们跟我们世界冠军。真的乒乓球我们打起来就有一种民族自豪感，国家自豪感。偶像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今天我不辛苦，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偶像了，真的今天出名好开心哦。啊，对啊，就有这样的机会，哇，他们都不愿意走，他们跟过年一样。我之前在采访的时候说过，我说你要不喜欢乒乓球，看看我几斤你会喜欢上的。我最喜欢这种一点都不谦虚的人了。特别是别人夸你的时候还要自己夸一下，你说你是不是就好玩？平江人民好像都会打。对，这已经是全国运动了是吗？全国国球国球。今天上午真的是平江人民的美好生活。对呀、啊、真的。你觉得那个小孩是最厉害的，他心里面没有一个你世界冠军的概念、你知道吗、所以他跟平常打球一样。最难打就是那个贝壳吧，是不是那个锅盖其实不容易吧。他很容易偏。你的拖鞋，他拖鞋发挥的不错。发挥的不错，感觉上手很快。你只要是平的都有机会，他只要是曲就很难。他们每个人都太想跟你打了。对啊，我特别喜欢去参与这样的活动，因为平时我们比赛也不可能说跟他们有过多的互动，但是在这个环境下是特别适合。他们因为你又更热爱乒乓球，你会很有成就感。对，作为乒乓球职业运动员，还是想让更多人去喜欢这个项目。是你爸爸妈妈喜欢看打球吗？还是他们也会呀、啊？我在幼儿园教练去选我的时候，我爸妈也不知道他们是乒乓球教练。然后就是这种自己喜欢吗？也不是，小的时候不喜欢训练，但是小时候喜欢比赛。我喜欢赢的感觉。我的女儿就是不喜欢不停的每天学大提琴、小钢琴。但是一到比赛，他们你不用说，他们自己就不停地弄，他们就很喜欢参加输赢的那种感觉、因为他们会觉得有满足感。但是我现在教育方式是让他想接受输，我觉得输了他能接受的话，他可能对于心理成长是有帮助。心理的状态会很强。我们运动员就是说你有的时候爬得越高可能摔得越惨。就如果哪天输了会怕他。对，他心里更接受不了。所以在你面对困难的时候怎么样能够重新振作起来。反弹。对。真棒。完了，我们的糕点在这边下不去了。以后请来嘉宾怎么办？各种冠军。不好弄不好弄。请一个跳水冠军过来吧。陈红贤，我爱死他了！现在他好可爱啊，他又可爱又用心哇！我看他的训练那些东西，我真的看呆了，每天晚上都看。为了妈妈爸爸，因为他们穷，所以妈妈要看病，所以才去奖金。我心疼了。然后说没去过游乐园。对呀，我喜欢吃辣条。好可爱哦，就是跟普通的小朋友一样。你到现在为止你觉得这次来美好生活感觉美好吗？很美好，很轻松。我们的那个民宿你觉得怎么样？舒服吗？应该再接地气一点，这个太好了。
我住的我都感觉太好了。就还是想要来这边，最主要住就是休息的要舒服一点。嗯，带许昕去挖一下我们那儿的冬笋。走，挖冬笋去喽！开心开心。我们准备了冬笋作为伴手礼送给我们的试住体验官。拿上！哎呦哎呦！你跟猪八戒一样，差点打着我。啊 ，sorry。好呗，走。最爱的小溪。你看这溪水，这小溪里面应该会有小虾，小虾米。我小时候跟我奶奶爬山，就会到那个小溪边，我奶奶在那接山泉水，我就拿一个小网兜，还有小桶，在那里捞小虾，捞完了以后回去就煮面，太美好了。在哪里挖呀？不知道它在哪，长什么样子？它是一坨这样尖尖的嘛。哎，那有个姐姐，姐姐，你在挖笋吗？在哪里有笋呢？看都看不见。冬笋是只有冬天才有，还是说它长到了冬天了？冬笋呢，就是立冬前后埋在地底下的一种某种笋，因为它呢没出土，所以比较难找。它是在地底里面吗？啊，对。你哎呦，找到了！你是怎么找的？你能教我们一下吗？怎么称呼您啊？我姓何。哦，何姐。这么小，这么小一个呀，就这么一点。嗯，怎么看就是得慢慢看，是不是要慢慢找？哦，好吧。我眼神不好。我也是，我好像看不见那个，因为这里都是那个竹叶，都长一样。小溪，我们往下面找。好，快过来，我发现了一个冬笋，快过来，许昕，快看，尖尖，这也能发现啊？这怎么挖？应该是这样吧，我来。小心啊，别掰了。哇，很大哎！找到了！哇，好大，巨大冬笋王。小心！哦，这好几个吗？哇，好几个！我碰到了。哎，戳死他了啊、哦！它像是树根。树根。哎，姐姐，你帮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下面的那个竹根呐、啊？竹根、这个。竹根。这个是啊。这个。这个是啊。挖了老半天，挖了个竹根。哎，我要自己找一下。我一个也看不见。有吗？哦。冬笋还是竹根？竹根。竹根，绝了！再继续找，这里都给人刮走了。有是有，到处都有的。嗯，就是不好找是吧？啊，不好找，别人挖了一次了，看不完，这里一个呢。哦，这里有啊！哎呀，哇，这个还挺大呢。朝这边挖。朝这边挖。嗯。嘿。哎呀。这怎么办？我怎么把锄头都搞掉？这要怎么办呢？天哪，吃饭的工具没有了！我这要怎么挖呀我？这太难挖了。何姐，你能帮帮我吗？哇，好厉害！天哪！啊，这是完整的一个，看到一个，这是吗？不是，这个也是竹冬笋。这个呢？这个呢？啊，冬笋，就它就是冬笋，这是黄的，这个是冬笋。看，快，它已经出来了。你多笋呢、啊、你？啊，断了。先把这个拿出来。这是笋，就笋是笋。就笋，是笋，一根，两根笋了，两个半了的。哎呀，哎，看起来好嫩啊。嗯，没有，这不是。啊，找到了，这里有了，呀，我有了，找到了。全屏上都知道他找到了，叫那么大，这是竹根。啊，找到了。你不觉得他高音的时候跟楚曦的高音很像吗？哈哈哈哈，这里好可爱，好可
我们俩特别冷静。哦，你们找到没有啊？找到了一个。找到吗？找到了。我看不见呢。那就是。他现在他那个锄头呢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快去快去，我来了。你来吧。好，我试一下。来，让我们听一下。啊，找到了找到了，这里这里。那你走远点，因为很大声。好，可以了可以可以拿了。哦，不行，它就也就这么大半根而已啊，你就把它弄断。这样可以拿了。好了。啊，来了，他自己跳出来了。嗯。他说找到了，你说找到了，在这里啊。够了。哎，有。哇。哎，这个吗？哎，来了来了。哎，来了来这有。还有没有啊？我觉得够了，你今天带回去就带那个笋尖，更嫩。我全要了，我全拿走了。带回去一定要吃啊！做好菜给我们看一下。好，炒个腊肉，冬笋炒腊肉，可以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，我们下去了。来之前真的是未知性特别多，也不知道我一个人面对这几个姐姐的时候会不会冷场，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照顾我，我觉得就是非常暖心的感觉。全部给你吧，给你了，都给你，这是我们对你的爱，对这个很完整，冠军的爱，包括跟他们一起去最后的挖冬笋，我是一手见证他从土里拔出来，然后送到我手里边，这个一定是吃到嘴里面暖在心里的。嗯，哎呀，谢谢啊，这么快？对啊，是不是舍不得呢？下次带老婆孩子来，来挖笋。这个时间过得确实比我想象中快很多，是吧？快乐的时间特别快，总是那么快。我也非常开心，真的。以后必须邀请你们来现场看，必须的，一定要去，一起给人加油。好，加油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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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冠军，谢谢谢谢，别哭别哭，拜拜喽！好，拜拜拜拜拜，顺风啊！好，拜拜拜拜，大家加油，拜拜。下次再见。你好，乡亲父老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耶，开车还是注意一点啊，把手机放下，拜拜。你真的好像这里的村主任啊。我翻进去，走。真的要这么绝吗？他是小武艺，然后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变脸一点。你这做老婆的，你是个哪个更合适？一定要说，必须要评一个，就只有一个。其实我对各位老师都不是很熟。每个姐姐妹妹，你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。少芬姐，我觉得是大方，跟外表没有一点关系。范姐呢？我觉得就是照顾。爸爸电话来了。哎，我在录节目，我爸说祝我成功。我们待会儿要去挖河蚌哎。就算在泥里，我也可以跳舞。你为什么还可以跑啊？哎呦！干事情都要舞蹈。我是你妈，我也送你去跳舞。帮你做头发这个小伙子，中文名叫武艺，英文名叫 Tony。哎，很开心的来了。既然蔡哥哥来了，我们要在这个村子里面就要做个春晚啊！真的吗？在表演节目了。十七光年，我们的美好生活，下节更精彩。十七光年，我们的美好生活，现在继续。我们的美好生活每周四22点芒果 TV 上线，每周五22点湖南卫视播出。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、芒果 TV 同步收看。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，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。上微博搜索我们的美好生活，分享节目观后感，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互动。